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非常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中国文艺，我是主持人孟省南。2011年年初，山东济宁南流村的刘大成也许没有想到，自己一个普通的农民，能凭着唱歌，怎么就站在了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舞台上？农民的身份没变，十几年的锅盖头的形象也没变，但就是这样，个性十足的刘大成走进了央视，踏上了星光大道。向劳动致敬，为劳动者而歌。中国文艺五一特别节目，五月的鲜花。乡下亲戚来到城里，背着几斤绿豆，还有几斤小米，走进家门就是不肯坐下，说怕弄到我的豪华沙发早当茶几。乡下亲戚你咋就这么客气，你我无拘无束，我玩耍淘气，为偷吃树上的果子，吓坏了正下蛋的老母鸡。哎呦，生活不了，可没有勤劳的乡下，哪有富裕的城里？哦，乡下的亲戚呀，我的亲戚。2010年2月16日，在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上，凭借自己的朴实、才艺和实力技压群雄，击败当时的夺冠热门旭日阳刚组合，圆了一个农民的音乐梦想。2011年年度总决赛冠军的是刘大成。向劳动致敬，为劳动者而歌。
中国文艺五一特别节目五月的鲜花。刘大成爱唱歌，但父辈没有谁能够吼上一嗓子唱上一小曲儿的，但就是喜欢，怎么办呢？家里没有录音机，就坐在村头的大喇叭下听，没钱买笛子，就自己琢磨着把水管挖眼儿当笛子用。没有更多的乐器，大成就练口技，树叶、针管、瓶子、梳子，这些见惯不惯的物件啊，居然也都被大成改造成了不同的乐器。这个你家在山东什么地方？山东济宁南六村。哦，要不这样，你跟着我到俺家去走一趟行吗？现在怎么去啊？坐火车。坐火车。走。火车快进站了。放鞭炮啊！我怎么看不见欢迎的队伍啊？啊！这就是欢迎的队伍啊！我这哪是欢迎我的？这都是欢迎我的！我能吹出点动静来，这还能吹动静？来，我听听能吹什么动静。真没想到，这都能吹出动静来。那这也能吹出动静吗？真不错。张伯礼老师，咱能不能来个完整的？怎么来完整的？来个完整的，我来个你不是四分音拉的好吗？咱来配合一个。这有琴吗？有吗？你等一会儿，你那个，我也不知道你要玩什么。这样，在你前面是一马平川的星光大道，我祝你马到成功，好不好？好。是吗？
向劳动致敬，为劳动者而歌。中国文艺五一特别节目，五月的鲜花。成名后的刘大成依然保持着他的真诚，音乐之路上的他更加勤奋。大成说，不平凡的经历让自己更加珍惜现有的机会，他也想帮助那些当初和自己一样有梦想的人。难得的嗓音，不一样的才艺，还有一颗诚恳待人的心，这就是很多人眼中不一样的农民草根明星刘大成。你们俩想跟我到春晚说相声？想啊！我跟你说，那必须得有新创意，而且不简单。看那几位歌唱家了吗？人一张嘴到嗨 C， 我们到嗨 D 呀！不可能，跟着吗？声音虽然上去了，但是你有点夸张。人是王宏伟，嘴是这么歪吗？人嘴是往这边歪。还有人刘和刚一首《父亲》，打动了多少父亲的心呐？我的老父亲，你啊，我的老父亲，我的老哎，外边太冷，让咱爸进来吧啊！像给冻成什么样了这是？不是你们两个既然嗓子这么好，到春晚唱歌多好啊！那个唱歌时间短，说相声能说十多分钟呢。哎，这点小心眼全用这儿了，你看。其实我也这么想的。我跟你说，既然上春晚说相声，就得有新创意。你看今天这个舞台啊，这多少大屏幕，尤其这一块一块的，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，你这扣着它就好看。这得多费电啊！哎。费电，费电。另外，我有新创意。你有什么创意？要节能减排。啊，用不着这么多乐器。那生活当中，我随便找样东西就能吹。随便找样东西就能吹？这什么呀？这不水管子。水管子？你能把它吹响了？那我们听听这水管子吹出来是什么动静？行，我得看看，这是水管子。这要是俺家的水管子就好听多了。那这是谁家的？这是您家的。哎，他把我们家水管子给拆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什么都能吹响，是不是？什么都能吹。我还不信了，我这兜里有。来，你再吹这个吸管。我们听听吸管。这你不什么都能吹吗？你再吹这还有，来，梳子，我媳妇用的，你来吧。行，没完了，什么都能吹是不是？来，拿着你的话筒，你再吹吹这个，来。这吹不了。这怎么吹不了呀？吹是能吹，有味儿受不了。创意有点意思，我也有创意啊。什么创意？往届春晚节奏太慢，慢，观众想把自己喜欢的明星盼出来得等4-5个小时，还不一定盼得全。你那意思呢？你把我请去就不一样了。哦，一首歌想听谁听谁，想看谁看谁。一首歌想听谁听谁，只需一首。你唱什么歌？我就来一个《新贵妃醉酒》，就是今年李玉刚站上面唱那个。哎，就是这个。你甭吹，你先给我来个李玉刚的声音，我们听一听。爱恨情举杯对月情似天，唐格尔，爱恨两茫茫，阿杜，奔驰的思念，刀郎，菊花抬头映明月，这不信张宇，谁知无畏心中寒。费玉清，醉卖君王花。阿宝，
成节目的人都说他点子多，编排好。大成说啊，这些都是自己花功夫带感情想出来的。参加了星光大道节目，刘大成开始有名了，但对于村里的乡亲们来说，他们都希望大成能够保持农民的本色不变。大成说啊，作为一个农民歌手，他的本色不会变，但他想以后向更多的专业老师学习，把自己的水平再提升，希望离自己的梦想再近一些。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意大利歌剧，平时我都拿着帕瓦罗蒂的磁带听着磁带练声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跟帕瓦罗蒂一样，能够跟着管弦乐队操作。不仅乐器模仿的惟妙惟肖，模仿不同唱法的歌手也是颇有一套。还是和你迎着风，随意说说心里的梦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什么，还是可以迎着风，随意说说心里的梦。
想清楚，别是路有谁不同。下面这首歌送给我的母亲，因为她最爱听。你